我觉得我干不出来这种事情。他是一个说话不过脑子的人，想什么就说什么。前面四场恋爱是女性还是男性？他一直觉得就是他没有任何问题。觉得他为什么这个态度呀？你如果那么做的话，可以无所谓，肆无忌惮的各种无节操、无下限。你唱你就唱，你干嘛在我唱网的时候唱？大哥汉子留下，我走。